大概就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爸爸要说个话，爸爸要到那边说个话，你俩先不要出声好吗？五分钟啊。嘿，大家好，今天刚好我们把这个拍照啊，拍照就是要做一些新的照片，在我们放到我们的网上去，刚好趁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2023款的这个360哈、啊、来到这边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正在拍照，有什么不同呢？和2020款的有什么不同呢？我把鞋脱了，怕把这个布搞脏了，来我站在这里。好，有什么不同呢？不要看我的鞋了啊，这边有什么不同，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它升级了几个不太完美的地方，之前很多朋友说投诉说，哎，你的这个东西说不太质量不太好哈，看现在它把它升级到了非常棒了哈，做了一个铝合金的aluminium的一个配置，所以这个就不可能再拉坏了，因为它这个地方是 CNC 切割之后，看切割之后直接镶嵌进去的，所以这个基本上不可能再会出现问题了，因为不管你发多大的力，你不可能把这个东西给loose掉的，这个是机会非常的渺茫的了啊，所以这个质量应该是用10年20年都 OK 的，应该都不会坏了，对，这边是没有改变的，这个是没有改变，它只是改变了这一整只的这个东西哈。 OK， 这是一个改变，所以现在这些车的坐车的公司哈有时间了，跟前两年可能不太一样了，前两年是有货就是厉害了，他不管升级，现在是他我们给他反馈之后他会去做一些改变，现在是我感觉是买车买到的就是比较用心的在做了哈，不过也有一些坐车的公司他那个作业交的比较慢啊，还没有改进，但是呢360这边2023款的现在已经改进了。 OK， 这是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改变，看之前大家都知道哈，是一个塑料的，现在呢也是改成了一个铝合金的，看铝合金的，但它不是钛铁链的啊，这是一个里面是一个白钢的，白钢是铝合金的，所以这个做的更加结实和好看了，里面也是厚漏的啊，看这边也是掏空的，你的手呢，我们的手可以这样可以插到这个洞里面啊，等一下啊，我装上，我们可以插到这个洞里来转，哎看不到了，我给你看，可以插到这个洞里这样转比较方便了，之前那个就做的感觉比较粗糙啊，或者是比较廉价的感觉，这个就瞬间高端了很多，也好看了很多，这个手感也是提升了很多呢，这两边都升级了再一个呢就是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了，说哎我进电梯的时候我折这样折一半它不可以转啊，它不可以左右转， OK， 现在你看这个就很完美的把它给解决掉了，就是放了一片这个我们叫围裙呢，放了一片这个塑料的塑胶的，但是它有好有坏，有很多朋友不喜欢这样的软软的感觉，他就把它拿掉了，如果是你不在乎的话呢OK， 这个就比较实用一点啊，在新加坡至少来说比较实用的一个感觉了还有一个小地方可能是没有修车的朋友不太了解哈，没有修过车的朋友不太了解，哎，很多朋友说，哎，我那个加减那边啊，如果你之前有买过的话，说我加减那一边它有问题，就是说它用的时间长了，它推啊不好用了。其实我们后来发现是什么呢？是加减那边是老款的，它没有装这个线的帽啊，大家能看到吗？没有装这个东西，所以它只有一个皮。它进去之后时间长了之后呢，它会把这个皮给 loose 进去了它会插到这个里面去，因为这个里面是钢丝的一圈钢丝，它会插到里面去，插到里面之后呢所以你这个线就缩短了，它就没有用了， OK， 它就没有用了，没有用你坐的时候呢，你推的时候它就换不了档了，所以这一款它把这个里面这个螺丝给它钻了一个孔，所以它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了，装了一个线帽进来，
然后先报进来，所以他现在是这个问题也给解决了啊，大概就升级了一些 bug 啊，一个 bug， 现在做的就比较完美了啊。如果是大家买的话呢，啊，注意啊，你有可能买到今年的新款，也有可能买到去年的老款。OK， 大概就这样。哎，对，我有一个老款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老款在这里，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老的款式，老的款式其实差不多哈，啊，就是改变了刚才我说的那几个地方了啊。但是老款现在肯定要降价了嘛，啊，新款出来了，老款就要降价了啊，可能降一点点。看，首先这个 mug 啊改变了，它是左右啊，它是过不来的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刚给大家刚才看到的就是这个东西了，来。就是这个啊，这个东西啊，对比起来呢，就啊，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塑料的，它改变了一下。再一个就是很多人投诉的一个，就是这边啊，这个是塑料的啊，它我们大力发力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很容易 loose 掉啊。新款呢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OK， 剩下就是这个，刚才给大家讲的哈，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看。它没有装一个线帽在里面啊，这样能看见吗？嘿啊，镜头可以拉远一点点。 OK， 你看啊，看到了啊，没有线帽进去，所以它这个皮呢它会掉的，它掉出来之后，这里面这个细细的钢丝它会进来，你的洗发特就没有用了啊。 OK， 大概升级的就是这些啊。2023款呢，我们还升级的就是这个，其实这个是我们定制款的啊，已经啊早就升级了，就是这个宽度。很多朋友说呢，哎，我那个宽度不够用啊，装那个正常 size 的把手装不进来，这一款就 OK 的。看这边还有很多的位置，如果你是想装宽的把手，只需要把这个往里面挪一点点啊，你就可以把那个塞进来了。这边还有很多位置给大家留啊，这个是58好像是吧，58啊，58mm。你看，刚好我们在拍照啊，刚好在我们在那个一个摄影棚里面，帮大家来拍一些新的照片在里面啊。今天我们休息天，把两个小朋友也带来了。哎呀，刚才不让你们俩说话，你们俩还在说话啊。OK， 好了，大概就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